早上的9:23，刚刚会员才昨天主投二星才付4000块啊，我们昨天乘以二星4000块，我们本钱就进了3000块左右，还赚个1000多一点啊，不知道有没有同样的事情，我们会员大家努力反映，好，大家互相通信息啊。5月12号539，今天开第十次，今天第十次已开9次啊。全车 A 组牌我们中了3次 ，B 组牌 A 组牌没中3次，总共没中 A 组牌是没中6次，总共开3次加6次是9次啊。那 B 组牌2星啊有中是5次，你看我2星中奖几率很高，开9次中5次，没中是4次，没中是4次，3星中1次。啊，你的3星本钱都回来了，各位，1:26啊。今天 A 组牌注意，本钱2600 ，A 1啊，这个2星是80，下午再公布，就是A 1的2星是80块钱啊，2只碰个尾数，我再决定。财柱看到没有？7只牌，1222。1222财柱本钱啊，财柱那个2星是1008，1:5啊，1008，其他3星乘0.1是160，3星乘01，4星乘01是32，这组牌本钱1200块钱。各位，这个是我们今天539花的本钱是1800块，再加80块的本钱，我们来跟那个。今天看看是有中大力，今天就是这样，下午再传2只碰个尾数给你。